贝贝，你面吃完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勇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这是我昨晚上去抓的黄鳝，然后我今天要去镇上赶集，把它卖了。哎呀，先把这些大的挑出来，昨天晚上只是大致的挑了一下。看，这是泥鳅，泥鳅大概就一斤左右，我今天就不拿过去了，我今晚再去抓一下，然后明天一起拿去卖吧，明天去乡里面卖。这个大的还是蛮多的。贝贝，你在干嘛呀？给你大哥。那个是爸爸拿去卖黄鳝的。爸爸。哎。给你。好，谢谢贝贝，你放那点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走了，要把违背的带着去。刚刚萱萱已经送去学校了，然后，哎，我妈要去跟我一起去，所以把违背也带着去。这大的应该有个四五斤。好了，这里就一起当盘龙卖，这里面还有盘龙，这盘龙大概有个两斤多吧。好了，这些就都是大的了。对，来，要抓紧时间了，因为昨晚上回来的有点晚。哎呦，睡一觉然后睡个头了，现在已经七点多了。哎呀，走了，贝贝。现在我们到镇上了，哦，停个车都没地方，直接找到这来停车。贝贝，跟着爸爸啊。我朋友也一起来了，走，我们点灯的。走，贝贝快来，爸爸抱来。能上去窝，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几个摊位吧，因为就两个桶，位置也比较小，没有位置了。兄弟，你一管我给我是别的卖，你先别跟我谈的哈。这个卖童装的生意好火。看，收黄鳝的来了，黄鳝贩子。黄鳝老板。给我粗一点，给我好的眼，好的眼睛。啊，他给我做好的眼睛。31。我现在写下去。
不穿。我穿帽子穿了，有点冷。我穿帽子穿了，就没戴帽子穿的。你俩买了五吧？他都买了五个呀，走了，贝贝，走了。好，薯条卖完了，卖完了，总共卖了300多块钱，还是卖给贩子了。现在要准备放东西回家了，我还要带贝贝去买点东西吃。我要买东西。好嘞。哎呀，走，你想吃什么？薯条的、油炸的，这种早上不吃。那就不管了啊，爸爸给你买包子走。现在带着贝贝去买点吃的，他在家里只吃了一点面条，我跟我妈还没吃。现在去买点馒头，买点包子、馒头回去吃。这个童装的生意是真的好，卖衣服的。我摆摊之前他就在这里卖，现在还在这里卖。老板娘，那你密码的？用一下，对不对？玉米馒头没有，那还有什么馒头？还有一个白馒头，就一个白馒头了，没有其他的。还有肉包，还有糖包，还有蛋蛋，那就拿两个肉包吧，拿三个肉包。还好了，三个肉包，一个馒头。吃早餐了，一个肉包解决了，我容易咬吧。现在准备回去了。这个肉包也涨价了，2块一个了，之前是1.5块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。哎呦，小打扮哎，到家了。爸爸。哎。去，一定去接哥哥，必须把哥哥接回来。哦，来，拿到你的车，你比爸爸有钱，爸爸开50，你开布加迪啊。哎，你不吃吗，贝贝？赶紧把它吃了。这没睡到觉，感觉好辛苦，昨晚上只睡了3个多小时，这个钱赚的不容易啊。现在感觉浑身无力，今天早上总共卖了305块钱，还可以，一晚上的成果300多，比起没有好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